Zanina.欢迎新进守门员朋友，刘德贵在大华卖鸭了，可的一天，第一天，五位口味，请你看到待会儿哦。帅哥，看一下我们牛的龟鸭的。务必尝一下，我说实话。务必尝一下。鸭脖子有舌头不？鸭脖子没得舌头。鸭脖子没有舌头啊，没有舌头。没得舌头的。牛哥，你那个怎么加热的？我的这个是热能核心技术。拿来香了，这是原味的那个。这个香辣吗？这个香酥，这个香辣，这个3.9，这些都是5.9的，每个口味都很有特点。五个口味一样一个是吧？好的。一样两个。好的。那可以进一下我们这个群嘛？但是如果味道好的话，我们在群里。香辣麻辣，每个口味都比较有特点。我们今天是第一天弄这儿。希望每天都在这个位置。对，希望每天在这儿。你吃的味道可以点，再找得到我。对，如果觉得55个10个一共，你可以尝一下我们的味道，很惊艳的。啊，这个是南楼的原味，3.9的，这10个是5.9的，这个3.9的，5种口味，口味都不一样嘛。每个口味都不一样，都很有特点。每个两个是吧？算几个了？8个了，哥。够了吗，师傅？那43。3.9，是的，其他口味都是单独炒制过的，这个就是原味的腊卤。哥，你上香一待会儿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们陈文雄一条线都卖穿了，牛仔裤。你可以对比一下，那边在冒了7.1，我买3.9。你可以对比下味道。对比下，哥。对比嘛。哎，那我加那个嘛。好，7.8。都还是热的。进一下我们群嘛，到时候如果觉得好吃的话，你好找我们。你好找得到我们有带味味的，不得开玩笑。进个群，到时候好找。今天是第一天来的大华，我大华。待会儿你只是陈文雄一条线连穿，慢走。你跟徐小妹说我们咋加人了没有？燃的很技术嘛，你要解释一下子。我们已经解释一句，徐小妹儿，你听好，燃的很技术关键就是从你水分子快速蒸发，从而蒸发来解决分解。我这边来说，好，你。啊，牛仔贵，三块六。牛仔贵，不3.9，有些中位了3.9，其他都是5.9，5块口味。香了，麻了，你可以尝一下。你可以先上，没得关系，买哪块都可以。你先上一种味道，买一个。哦，你可以觉得味道可以，你再说其他味道。每块口味都很惊艳。麻辣的这个是，19.6，然后这就是两个，只有两个这个，7.8。觉得味道可以，二连口袋上都有我联系方式，二连你进一下就好找我。哎，可以进一下我们粉丝群吧，美女。今天是第一天，第一天是这儿遇到就是缘分。你觉得味道好不好？好找我们。不是重阳，我们重来喂。陈文雄就在喝直播。
7:08。这份月亮现在配送的新衣全部由我们优待柜。到了就给你们说。前提你觉得味道可以情况下。感谢支持，再见，明天见。你觉得味道可以，你要找单个人。好吃不贵，牛仔贵。美女看一下吗？我们牛仔贵的鸭子，从来40公里拿过来的，真的可以尝一下，真的尝一下。发到我，七十的，对的。来来来，捡一个。等一下，哎，发到我捡一个，快点。三哥，你炒一炒，行了，刷到过，我必须请你吃一个。五种口味，你可以感受了，真的每种味道都很惊艳。你刷到过，我必须请你吃一个，尝一下嘛，没尝过的嘛，尝一下。看看嘛，五种味道，你刷到过，我必须请你尝一个。里头像小米椒就是3.9，这是香辣。这个就是香辣的，给你讲的就是香辣的。不辣的香辣，一点都不辣，小朋友。还要尝一下其他味道，建议你尝一下其他味道，真的。这个是藤椒一点点的。这个是麻辣，这个是藤椒，这个是。这个3.9，其他都是5.9。两个。这个建议给我们。啊，三个。那你可以听哈我们分析嘛。他这个觉得味道好吃。觉得味道可以的话，你早点待会儿。我也可以关注他们分析嘛，如果你觉得味道好吃的话。还问哪个？17.7，你有香辣的，建议你尝点其他味道。17.7，哦，那你就只有吃香辣嘛。香辣就是咸甜口的。看一下我们丫头，帅哥。再减两个是吧？你没婆是吧？红龟呢？我夜班就开。没婆嘛？要更少。搬得开吗？搬得开。两个香辣嘛。11.8，好吃吧？等会儿推荐一下，尝一下味道，前提你觉得味道可以的情况下。11.8，小朋友都可以吃的，连这个都是麻辣味的，这人家味的。放一下，真的。是的。你在其他地方买的味道都没有，你没有吃到过的味道。拜拜。虽然说不是很惊艳，但是我觉得小肉没有感染力了，我感觉你要你一定把你一拿去老子儿娃更多，儿娃下班更多，而嘴皮子在带住。没被拉起。哈哈哈。看我们野老狗狗五种口味的，有来的不来看好吗？腌了狗肉，看好嘛，五种口味，用垃圾锅的，牛仔骨腌了口。
门儿买哦。哎，好，来，老公 ，OK。作为是那他今天买的啥砖法呢？他一头也买了个砖法，今天捡地下来。你要走哪儿去买不？